Hello， 大家，我今天要来拆，把它组装这个吉他架。这是我第一次买吉他架，然后是第一次组装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开箱喽。看起来好像也不需要组装，就是把它打开而已。哦，好像还是需要组装。它是长这样，里面是分开的。哇，连螺丝起子都给我了。好，看来是要组装的。希望我会。我先把它拆出来了，它现在是两块板子，对，然后这样看起来应该是这两个会是在地板上，等一下先把服装剪的时候。OK， 它附了四根钉子，看来就是要把钉子钉在上面。我要看看。所以它应该是这有字的要朝在外面，然后这个应该就是它中间的桥梁，看起来没有很复杂。哦，这个应该这个下面是摆在下面的，可以让它支撑住。好，我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现在就是要把钉子钉进去了，四根钉子。居然连螺丝起子都给我。
看它这有没有说明书，希望是有。好像连说明书也没有，好吧？那真的是要自立自强。大家看，我现在是不是把它拴进去，把钉子拴进去。太好了，总共要拴四个钉子。还是拴紧一点，因为它会松掉。哦，已经很紧了。先拴第二个钉子。没有拴进去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拴进去哎，居然会出现没有拴进去的这种情形。先把钉子拔下，先把它放进那个洞里面去。有这样放进去的吧？哎，发现还是没有哎，哦，这样有了，这样就进去了。刚刚正好扯出来，没有拴进到这种洞里面去。不知道我这样拴对不对，还是这个应该在上面。我先拿一下手机看一下到底这样拴对不对。确认一下这样拴对不对，
球。哦，这里有我的这款。好，我决定先把它装上去，然后再看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。好像是对的哦，对，是对的。我装的方向是，形状是对的。好，继续。OK。拴的够紧喽，现在要剩最后两个钉子跟另外一个板子。其实装这个蛮好玩的。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钉子可以直接用手转进去，然后再用这个工具弄就好。好哦，弄紧了，剩下最后一个了。好诶，大功告成。
木吉他架已经装好了，确定它很稳固了。四个边都拴得紧紧的了。可以了，哒啦，这就是我的木吉他架啦。等下装上木吉他给大家看看。装上木吉他给大家看喽！稍等一下，刚好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样看得到吗？还是要这样看哪个角度？好了，终于买到吉他架，好开心。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